出埃及记第八章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“你入去见法老，对伊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：准我百姓去，通侍奉我。你若唔肯准因去，我要予残甲啊糟蹋你的境内，何里要生拖残甲啊？这个残甲啊要上来入你的宫殿，甲你的困房，上你的眠床。”入你的神仆的厝，上你百姓的身躯，入你的灶坑，甲你敲面的祭库，搁要上你甲你百姓、甲你众神仆的身躯。五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你对阿伦讲，将你的乖啊，存伫江河堤的顶面，火山甲巴上来埃及地。阿伦就存乖啊，伫埃及这的水的顶面。参甲巴就上来亚看埃及地，行法术的也用因的邪术，照安尼来行，和参甲巴上来埃及地。八节，法老叫摩西、阿伦来讲，请恁求耶和华，或者参甲巴离开我，甲我的百姓，我就准百姓去祭属耶和华。九节，摩西对法老讲：实在你啊，我到什么时为你、甲你的心腹？以及你的百姓祈求，都未参甲巴离开你，甲你的宫殿，只留落伫河里呢。十节，伊讲，明仔载，摩西讲，通照你的话，通乎你知，无亲像耶和华阮的神的，参甲巴要离开你，甲你的宫殿，甲你的神仆，以及你的百姓，只有留伫河里。十二节，摩西、阿伦离开法老出去。摩西为着犹太法老的残甲啊，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来行。囡仔伫厝内院中田里的残甲啊，拢死。众人将残甲啊拢捡归堆，遍地就拢臭味。总是法老看起在下有较宽，就硬心唔肯听因，拄拄照耶和华所讲的。十六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你对阿伦讲。存出你的乖啊，拍地里的土粉，和土粉伫埃及遍地变作沙漠，因就安尼行。阿伦存乖啊，拍地里的土粉，就伫人的身躯、甲精神的身躯，拢有沙漠。埃及遍地的土粉，拢变作沙漠。十八节，行法术的也用邪术，爱生出沙漠来，总是袂下。对安尼。在人的身躯、甲精神的身躯，拢有沙漠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讲：“这是神的手段。”法老心硬，唔肯听摩西、阿伦，都拄照耶和华所讲的。二十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清早起来，法老要到水边，你徛伫伊的面前，对伊讲：耶和华安尼讲，准我的百姓去，通服侍我。”二一节，你若唔准我的百姓去，我要予规定的火神到你、甲你神仆以及你百姓的身躯，搁入你的厝，搁埃及人的厝，甲因所徛起的所在，拢要满满规定的火神。二二节，当迄日，我要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高山地，伫遐无规定的火神，予恁通知，我是天的中的耶和华。二三节，我要将我的百姓甲你的百姓分别出来。明仔载要有这个新约，耶和华就安尼行，火神归大殿，来入法老的宫殿，甲伊神仆的厝，埃及遍地就因为这个规矩的火神受败坏。第五节，法老叫摩西、阿伦来讲：恁去，伫这个地祭属恁的神。摩西讲：安尼行。本无合宜，因为阮要将埃及人所厌恶的，这是耶和华阮的神，那将埃及人所厌恶的，伫因的面前来献做祭，因敢无摕石头来钉死阮吗？二七节，阮要去旷野，行三日的路程，照耶和华阮的神所要吩咐阮的，这是伊。法老讲，我准恁去伫旷野，这是耶和华恁的神。独独唔通去远远，求恁为我祈祷。二九节，摩西讲：
我要出去求耶和华，和归军的呼信，明仔载离开法勒，甲法勒的神仆，以及法勒的百姓。法勒却唔通阁行几扎，唔准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三十节，对安尼，摩西离开法勒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来行，和归军的呼信离开法勒，甲伊的神仆以及伊的百姓，一只也无留。一摆，法勒更硬心，唔准百姓去。